我就是 Z 时代的第一代，我今天就是躺平风，但是躺平不是摆烂，这就是我的时尚态度。相信自己，你真的很棒，让我们去拥抱明天的太阳，我们就是最亮的那一颗。You're welcome。Yeah。 我是艺术与生活。但他们都让你越来越懒惰。我之前买了一个电击手环，就是你不起床它就电你，只有人工没有智能。自己给自己设刑。迪哥，你不要酸我。告诉老莫，我想吃鱼了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客栈向向贼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新成，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。这两天录制什么感受？我觉得还挺放松的吧。放松的。然后你看天气也是这种，哎呀，烟雨蒙蒙的。然后从北国来到这里，然后感觉非常湿润，就是心情也很舒畅。有山有水啊。对对对。那么首先我们有一个经典的游戏，叫客栈 Balance Game， 它呢会同时给你亮出两个题板。然后你要不假思索的选择其中一个，不假思索是吧？对，就是第一感觉。那不假思索，我是看完还是不看？都可以。来，第一个。啊，七天都能和朋友出去玩，宅够了是吗？我不是很喜欢宅在家里，不喜欢宅。对，我就是你让我休息的话，我基本上我就每天都会出去。哦、你让我比如说一天待在家，我会感觉非常的憋。那你上一次跟好朋友去玩是干嘛去？应该是从老家那边，然后去出去放炮吧。放炮，对对对，就是心花怒放的时刻了。能不能穿短袖拍戏？哦，不假思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经常会反季拍戏嘛。嗯，对。冬天冷的时候，你可以马上把那个衣服穿上，但是你夏天太热，你不可能把自己皮扒了。就方便一些，脱色。对对对。你有试过这样的遭遇吧？我老这样。老这样啊、哦？对。小狗吧。为什么？就是相比来说，我更喜欢狗一点。热情一些，对对对，而且那个不是有英文说你是一个 lucky dog， 就是你非常幸运儿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票房高吧？票房高，嗯，拿奖和票房高这二选一还挺难的。票房高是实打实的呀。哦，做一些就是更实际的事情。实际的事情，对，我觉得都可以吧，那我随便选一个吧。你觉得都可以是吗？我觉得都还好吧，一般不熟悉就还行。啊、都行、啊。对对，都行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喜剧片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惊悚片，其实你往往你在演的过程中，大家都在，你不可能会特别的吓人，所以你的情绪需要干拔。但是你在喜剧片的时候，是自己有乐在其中，哦、就是你去做梗的时候，然后你自己也会感受到非常好笑，就自己和大家都开心一点。对你也是喜剧情景中人。OK， 好。拍戏是长痘吧？为什么？拍戏是长痘可以遮，但是水肿你没办法的。早上干一个冰美式。你如果真的是肿的话，你冰美式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。非常有经验之谈了啊！好，那个 balance game 完成了之后呢，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Q&A 的流程。接下来将会进行提问，同时需要完成一副心中的客栈。访问结束，作画时间也结束，画作会挂在客栈的阳光房中，以此纪念。哦，边画边聊啊！是。哇哦！重新挑选一个你自己出演过的角色来 cos 的话，你会选哪个角色？我说实话，哪个都行。哪个都行。对，没有什么，就自己 cos 自己，这算吗？这不都是我自己吗？你哪个特别想再演绎一遍？以前最年轻的角色吧。李阳。啊，对吧？大家先深入人心了。不是不是，就是能再年轻一回。哦，年轻一回。对对对。你觉得在客栈里面演这个角色，你能找到一位跟你一起搭戏吗？客栈里面，那不找一个现成零零后吗？哇！我蛮想看你再重现一个。重现谁呢？周正。哇、啊哦，这都、就是，这个你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剧啊。啊。对。啊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合适的呀。对对对，也挺合适的，对的。也年轻，然后也蹦蹦跳跳的，对、啊、对吧？很有意思，现场版。那我们说到 cos， 你在节目里面上次 cos 了杰伦老师，嗯，为什么会选他？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嘛，嗯，而且我觉得他那个造型也是比较有特点的。他当时那个造型，对，就很帅。然后我头发一般都特别喜欢长发，是，其实都是因为小时候接受这些流行文化的影响。哦，如果说非让你挑选出三首特别喜欢的歌，你会选哪三首？半岛铁盒、原优惠，然后浪漫手机，
都是差不多中学的时候听的歌。对对对。哪首最喜欢？唱两句让大家饱饱耳福。你我一边画画一边唱吗？轻轻放，我就是写不下的你的喜欢。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，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专心吻你的方向。这夜晚让流汗有画面感，与你约会过的地方，对吧？歌词完全就是嵌在脑海里，说来就来。对，我脑子完全没有想歌词，我完全我在想画画。厉害。你有说过自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。对啊，你觉得来到我们客栈哪个游戏对你来说是最大的挑战？我觉得打电话吧。所以萌嫂子，哎，啊，这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，我们录节目呢。哎，喂，我知道你们录着呢。你能来不？你这说话声音咋怪怪的？最近嗓子有点干，就我平时生活中我很难干出来这种事儿。但是你是一个模仿能力很强的人，就还行还行。那你还想在我们的客栈里面挑战一些什么东西？挑战躺着行吗？躺着啥也不干。对，就是晒晒太阳啊，哦，对吧？放放风，嗯，或者出去走走啊。哦，出去走走。对，就出去走走，然后搞一些户外的东西，对吧？哦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你还在节目里面说过你很羡慕《武林外传》当时的这个创作环境。对，然后也想到了你当时在大学的时候。嗯，所以你在大学的那四年是怎么度过的吗？就是对于一个细节会反复的琢磨，然后会思考就是怎么让它会变得更有意思。比如说要做一个点是相互的配合，反复去磨。对，反复去磨，它约定俗成的部分更多一点啊。但是因为量太大了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即兴发挥，但是觉得那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就会更有嚼头一点啊。哦，对。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，你的时间的安排是非常充实。因为我比较珍惜大学时光，所以一进大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，四年我总得干点啥，不然的话我这四年好像白费了。但你当时错过了毕业大戏。对，就非常可惜。嗯。那如果说给你一个可以排练音乐剧的机会，在咱们节目当中啊，你会挑战什么样类型的作品？来一点就是经典剧目就行。经典剧目。对对对。你会给大家怎么排角色呢？但说实话，你很难排，因为你像我们当时我们排一个戏得花一个月呢，一个月都算快的，就是商业的戏。然后我们排大戏相当于整整排了一年都在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你要这怎么分配，很难很难。嗯。你生活中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，或者说你喜欢什么样性格的人？我就觉得就是怎么样都可以，就是玩的时候大家一块就好好玩，就大家在一块你也没有什么负担，然后比如说平时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。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吗？比方说我们现在约去吃饭，我约去干嘛，你会对这个时间地点特别的敏感吗？我比较喜欢随意一点，就是你约我在哪儿吃饭，比如说人家会考虑到要不要找个包厢或者类似，我说那没关系，那其实在哪儿吃都行，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那种摊上吃东西啊，烟火气。对对对，我就觉得就是你正常你融入生活就很随意的就好了。在客栈，因为很多也是第一次合作，对吧？我们客栈家族就迅速跟你熟起来的是谁？那我肯定是迪哥嘛。对，迪哥，我觉得就是社交悍匪。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也就是见过，然后呢就加了微信了。对，加了微信了之后，然后他一过来他就特别热情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呀，新城啊，最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就是，然后马上你就熟起来。因为我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被动型的人格，但是这种主动型的进来之后，哎，我就觉得很好的能缓解我的尴尬啊。因为跟大家都不熟，但是他有一个就是，哎，好像都能安排啊，然后来主控的一个人，我觉得这种反而会让我感觉，哎，还挺亲切的，迅速融入了。对对对。可以被带动起来的社牛也算是。对对对，就比如说大家一块嗨了，然后我也能嗨，但是你要我主动挑，我有时候我也挺难的，但我会有一种责任心，就是处女座的责任心。如果大家都很冷场，然后我就必须得有一种责任感，就我必须得把这个热起来。对，这个场子不能垮。对，会有这种感觉。那你是个社恐或社牛吗？我是这样，我不社恐，也不社牛，有点社懒。那你觉得你在我们客栈家族中是什么样的担当？我觉得我充当一个中间值吧，
中间值啊，比如说大家都是固体，我就是那中间那个胶啊，就是游走在中间，他们这边挤压我就到那边去，这边挤压我到这边来，然后但是又跟大家紧紧的联合在一起。那你平时会经常发这个在微博上心花怒放的时候系列分享？嗯嗯，你觉得在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，你最心花怒放的时刻是什么？晚上睡觉，夜聊时刻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想最心花怒放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很开心。我觉得这饭挺好吃的。那生活中啊，嗯嗯，有没有一些你是坚持了十年以上的事情？哦，除了躺啊，举个例子，一般都是做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你现在还会练功吗？不练了。你每天包里必带的东西，好像还真没有。每天进门、回家或者回酒店做的第一件事儿，我没有坚持十年的习惯。就比如说，人家不说27天养成一个习惯吗？对对对对。但我从来没有这个。是吗？对，比如说我喝咖啡，嗯，我坚持一天一杯到两杯，我喝一年我也不会上瘾，就是你让我一个月不喝，我也想不起来喝。好像这样也行，那样也行，就是类似于这种啊。就是反正生活中也是很百变啊，很百搭。对，然后感觉一段时间一个想法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作画时间结束了啊，我们给大家看一看，来心目中的客栈。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就是金色的阳光嘛，洒在天上，然后你看着的时候会暖洋洋的感觉。然后这个粉房子其实是相当于是对它这种土色的一种抽象的，就是对朦胧，对让它更梦幻一点。然后这就是青青草地嘛，然后这就是比如说有鹿啊，然后走过来，然后这就是牛棚，那是哎我们的两只牛。真好，就是一幅印象派的作品，就我们可以这样的解读，但很了解他的人呢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解读，因为本科有点近视，哎呀，所以他视线中的这个场景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倒也不至于。那这得是1000度才能画成这样。对，好，非常感谢星城做客我们的客栈锵锵贼，也希望这两天的录制你玩得开心，期待你更多精彩的作品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嗯，Oh my god， 今天是烤肉吗？哇，好厉害！哇塞，这都是年轻人最喜欢吃的，冷锅串串呀、啊、烤肉啊什么的。对啊，炫炫炫！来来来，哦，我来。我跟你讲，东西太多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冷串串，厉害了！哇，串串，这是冷串吗？钵钵鸡。哇哇，天哪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去，因为太难了。真不错。哇。我昨天刚刚说到冷串什么的，然后今天竟然就有了。搞个托盘去，因为太难搬了，10000样东西。杀一个呢？杀一个，这种时候一般都是隐身的。哎，咋了？哇哇，好牛！呼呼呼！啊，杨迪，哇，杨迪，你在夜色中好明显、啊。好帅、啊、！Hello， 你看他。应该跳个舞哎、欸！看看，有种过电的感觉。他应该彻底看不见。我跟这个是一起的。16年坚持有机。16年坚持有机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我们敢不敢把这个架子端过去？你觉得呢？不行，就这样，听你的。需不需要我？你去搞你的面吧。哎，放，摆摆。这一招可以的，好离谱啊！哇，这些鸭货，这些也是年轻人圈。不错啊！你要给咱们煮面是不是？对啊。煮什么面啊？煮长寿面。小宋，你加油啊！我们先走了。你们搬得动吗？可以。然后呢？我应该干嘛？我说一下食谱。
我跟你们说呀，你们呀，你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菜。哇哦。哎，全是火锅啊！今天有烤肉盘，有火锅，有鸭货，上菜上菜，朋友们，摆，今天慢慢吃。啊，今儿太丰盛了。我们去拿锅，你们没啥事的人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到厨房。走走走，我去。我去东西巨多。走走走，这个我一个人就可以拿，放了。走。可以吗？你们看一个黑暗中的侠客。哎。我们把餐盘跟锅拿过去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放下，这个可以单独拿，下一个拿。哇，这水果这么多！哇，我拿这个，你们介不介意这个淋点雨？我给你拿伞，我可以人淋着，但是别把料淋了。走吧。而且那个客人给自己在煮面，我们也不用管他了，给自己。走吧。怎么样啊？弄完了。做好了，是买的现成的料包吗？没有，这是我带来的万能料。你快来，拌什么都好吃。我来了。哎呦，好啊，这小宋弄的，哎，好。上菜可以啊，这也是你做的？对，自己带的。哦，自己带的？你是四川人？我不是，我队员们都是重庆、四川的。哦，我尝尝你的面。这儿。来，开始。你们尝了吗？有啊，哇，好辣！我跟你说，小宋特别入味儿。小宋这面条真不错，唯一就是这辣椒有问题，有点辣，辣椒。但是我后来加了一勺酱油，哇，改良完的很完美，说明他这个还总体还是做得很好。谢谢小宋的面条。我要迷失自我了。都在这里看你怎么烤肉，大哥烤技了得，没办法呀，没事了，老带孩子出去吃饭啥的，谁干呢这？快快快，肉好了，快，我要吃个烤肉，来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，你们吃那个姚晨、唐嫣来，他肉在那么远烤，咋的？现在还嫌我离你们远了？我不是怕油烟子熏你们吗？当我们吃的时候会过来的，比烤的时候我们嫌弃你，这就是我们客栈的传统。这都熟了，哇，好吃！来，小宋，给你来一块肉，来，这是刚烤的烤肉，快！你在家做饭吗，小宋？不做，这是他。你们食堂菜怎么样？很便宜，然后好吃。现在馄饨还可以半碗卖吗？8毛钱。没有馄饨、嗯、你俩都能行啊。我们那会儿是1.5块一份，然后8毛钱半碗。我们早上都吃那种一个鸡蛋，然后两个油条，然后锅贴啥的都有。我以前刚从福建来到这个北京，上那个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时候，我才第一次知道豆腐脑原来是有咸的。是，我也是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福建口音还特别重，我在舞蹈学院买包子，我都是跟人师傅说的，我说师傅给我来个漏包，然后师傅每次都偷笑，然后说我们包子都是整的，没有漏的。直到我后来开始学表演，就改变这个普通话以后，我才知道哦，我当初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年，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啊，我听不出来我普通话哪有问题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洗脸了。洗什么？洗脸啊，洗脸啊！他们就笑我，就我也不知道哪儿怎么了嘛。你再说一下洗什么？洗脸啊。我们刚刚拿来那么多水果都去哪儿了？你尝一下这个啊，宋亚轩新创意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撒上好吃。我有一种感觉水果冤死了的感觉，为什么突然被撒上了一堆这些？哇，这是年轻人的新吃法，真的很好吃，让你眼前一黑，一亮，眼前一亮。你别搞，拿错了，拿孜然。真的是孜然？那这就是孜然呐？不是，辣椒不是吗？叫什么酸野粉？酸野粉是跟那个就是那种芭乐上面放那梅子粉是一样的功效吗？嗯，我尝一个啊。
你送进嘴里一瞬间它跑了。哎，不错，子啊！真的吗？是可以的，真的不错，子，真的不错，子。我刚吃的那个酸梅粉特别多，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是故意的。你自己尝了吗？我尝了一口，所以我叫你少吃点嘛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吃那块是料比较相对匀的那一块。我刚就吃了一块这样的。你吃一下我那个水果，真的很好吃。哪个水果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就吃这块，巨好吃，特别太好吃了，特别好吃。料越多的越好吃。嗯，你说这一坨吗？是啊，我尝一下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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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毅，我都叫你了，好难吃。这个带来是拌那个的，我还以为是蘸烤肉的。我刚用这个蘸烤肉了，还行，弄一点点。小宋现在是大几？大一啊。主要以学习为重哈。嗯。同学有没有你的粉丝那种？没有吧。有可能就是同学，有可能是正好也看过你们的舞台啊，听过你的歌，然后。没有吗？有应该也不会告诉他吧。这毕竟在一个班，以后怎么面对呢？但是大家跟你接触还是就是正常接触哈。对啊。会不会有一些怕造成误会，反而还跟你有一些排斥？也没有。你觉得你是不是个害羞的人？不是吧？你现在变成一个那个话痨了是吗？在学校里是。你在学校里是话痨了现在？啊，对啊。哎呦，你会有那种吗？转圈，别说话了。转圈，别说话了。课堂上不会，没到这种地步哈。我是。交新朋友没有？肯定交了。超多，7个6个。已经熟了。已经熟了。你们学校的食堂好不好吃？还行吧。菜系应该都是北方菜居多吗？还是五湖四海都有？我们食堂一到中午就排队太多了。吃啥呢？所以就点外卖了。你们还能去北欧吃吗？北欧？北欧？北邮？去别的学校吃啊？对啊，隔壁也是北京邮电大学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那你们买他们的饭卡？不用，就是直接花钱吃。你们典型的那种隔锅香。真的是。做真的。自己学校的不行。学校做真的很好吃。30块钱一份的那个黄焖牛腩，你知道那牛肉能把你撑死。他说的你都不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们都是新校区了，是吗？我是老校区。你有学那个了吗？释放天性。那叫解放。释放。你们在学校里表演课一般都学啥？刚学完动模拟。那你们前面，比如说你们会不会做什么面部什么激活放松之类的？没有，没学。不会吗？面部瑜伽。没有这个。哎，以前好像我们有是吧？对，要活动面部，要把它集中到最小，还有最大。就解放天性已经过了那环节了。人物模仿结束了。哎，你模仿谁？让你们模仿谁？模仿谁都可以。模仿我们在场的人也会有这种课题吗？有啊。你模仿沙溢哥，你试一下呢。模仿沙溢哥。看。小宋啊，好啊，这小宋弄的。小宋，那你平时会网购吗？哎，我吗？嗯，会啊。你通常购物车里面都会有点啥呀？我没有购物车。没有购物车？结账，就直接都是结账的。对，直接结账。那我购物车里我东西太多了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。对，从来都不够放，要得删。对，我放进去，有的时候自己就忘了，晚上看，你知道吗？晚上看了之后以为买过了，早上起来也忘记要买什么了。啊，我觉得购物特解压。我也你买的多吗？特别多。买的多。有没有买过哪种最昂贵的是什么买的？我特喜欢用闲鱼买的。我之前买了一个望远镜。二手的啊。我就幻想有一天我万一出国玩了，去学了比如说打猎，它那是可以测弹道的。你还敢打猎？你有吃过打猎吗？没有，就是幻想嘛。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冒险类的，
所以你其实喜欢冒险，对吧？啊，对，我买了很多，比如说求生的那些东西。荒岛求生。你家里不会有那种紧急什么箱子吧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买那种叫高楼速降绳。我天哪！好疯狂啊你！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我们家有那个绳。你有有是吧？你看。以备不时之需，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然后比如说包括各种什么应急的战术箱、压缩饼干什么的，对，全都想到了。但你好会居安思危哦。就是小时候看那种什么丧尸片啊，什么看特别多，就老想，哎呀，万一有一天要是世界末日了。但是真正家里淹水淹成那样，你也没动啊，大清。还有还有。然后我就买电子产品，买什么耳机特别多，不同的功放推什么样的耳机。然后听出来的感觉，这是可以量化的。那你追一个剧或者要看，你是不是要调试好才行？就是我看东西，就我从来我不在手机上和平板上看，都觉得一定要。我觉得如果我要看，我就好好看，我一定是把所有的灯全关掉，从投影里面看。尊重这个，对，不间断的要把这个看完。因为其实电影它本身是视听语言、视听艺术嘛，那些细节如果你不用这么大的屏幕看，你是看不出来的。对。而且那种呢，比如说弹幕那些，我都是要关掉的，我受不了那个。啊，从不看弹幕。有些人喜欢嘛，就感觉自己看的时候不孤单，可能好多人同时在跟他讨论，但确实有的时候太满了。嗯，遮住画面了。对，还会提示你，后面就比如说高能，前方高能。它很像那个，就你在电影院里头正看剧情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旁边有人告诉你他死了，他死了，马上就死了，就是剧透。对对对，有点这感觉，就是有剧透的那种人，就很想打他，真的就是那个感觉。而且他会引导你的思想，就比如说你明明看完这个，你感觉不一样，但你看完之后，你好像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。对对，他其实有点左右你的思想的感觉。没错没错。今天大家因为到那个 Z 时代嘛，所以栏目组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脚的挑战的环节。叫人眼 AI， 人眼 AI， 给你一个词儿，你要画出这个东西，第二个人来猜你这个东西，然后第三个人要猜第二个人的东西，每个人只有十秒钟的时间画画，开始了，可以了，来，小宋，请看。可以说几个字吗？不能说，都是非常火的啊！来，请作答。好，小宋，请画。来，杨迪。嗯，这是俩字儿，应该是吃鱼。来，杨迪，请答。等一下，我想一想啊，俩字儿哈，快点。这是怎么了？都是，我真是疯了，我都要被逼疯了。我先写字儿，你怎么能写字儿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来，杨迪，请画。我就按照他们画的画。为什么？开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复刻就完了呗。复刻了呀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一个下一个，肯定打吧。这是俩字的东西，怎么笑的这么好笑？好，达菲开始。好直白，这么肤浅的。那怎么办呀？开始画了。那这个干嘛的呀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下个。这个是啥潮流？什么潮词是吧？打吧，潮词。俩字儿啊，嗯，脑袋受潮没？来，沙哥作答。潮词儿，你想想，潮词儿。最近天天见。不能提了。来，沙哥请作答。天天见，潮词儿。潮词儿。我们好土啊，潮词儿。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是很好笑的词儿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，沙哥到点了。糖糖，请看。潮词儿，你写的啥？不给你看。好，糖糖，请画，开始。
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新城请看。一个潮词儿，两个字儿。这中间是个无限的符号。这是个门，这是个镜子，门无限的符号，潮镜子，潮词儿。潮词儿这个词儿别再说了。潮词儿。来，给你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给个答案。勾带。什么？勾带是啥玩意儿？狗带。哦，狗带啊。你答的是啥？唐嫣姐，穿越。穿越不算潮词吧？因为你看他画的这个门，不就是穿越过来了吗？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门啊。他画的那是山。三哥，你画的啥呀？我这答案应该算我一次植物吧？捐山。捐山。大姚说最近天天见。我一看就插在眼前。阿飞，你画的是吃鱼。吃鱼。你猜的也是吃鱼啊。杨迪，你看这有一个人吃鱼啊，这是个雪人儿。雪人儿是什么颜色呀？白色。鱼白梅。笑死我了。小宋，黄标。那你画的是什么？画的是吃鱼。那个呢？这个警察，警察画的跟雪人一样，这画的不是雪人吗？不是没时间吗？我画的是，啊，人家这警察像，这咋后边都变成雪人了呢？从这儿就成雪人了，朋友们。本来我想画警戒线那场，但我觉得警戒线不一定都大家都看了。鱼是对的，卖鱼的和对吃鱼是知道的。告诉老莫，我想吃鱼了。那恭喜苏亚轩。太好了，太难猜了。下一轮小宋第一棒，给的都是火的啊，这两年非常火的。行，来，我开始了啊。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杨迪，杨迪请答。好，杨迪请画，准备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，达飞请看。哦，请画啊！夏哥别看夏哥眼睛飞了，飞眼儿。好了，我就看他的。夏哥作答，几个字儿？不知道。这两年特别火的，这两年火，好，画完了，画完，来，糖糖作答。这两年特别火，这，请作答。新城，请答。这两年特别火的七，这个我觉得很难。这啥玩意儿？什么乘以七？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倾城，我就是七个小矮人。怎么猜出是矮人呢？他七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只能就猜出来七个小矮人呗。还七个高人，七大高手，七大高手。糖糖，你猜的是音乐之声，但音乐之声不是这两年火呀。来，沙哥呢？人海。达飞猜的是？我猜时代少年团。杨迪猜是时代少年团。雅轩，你的答案是时代少年团。哎，他就画他们这样画的，你看看。后来都不想画那么多了，我乘以七就行了。问题出在你这儿。我画七个和乘以七，你照搬说不定能看出来。不是，我有时代少年团的手势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。哦。那小庄开始没手势了。给你手势你能答出来？答不出来。恭喜啊，小庄杨迪。耶、yeah。
Hello， 欢迎来到客栈酱酱贼。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杰。这两天录制什么样的感受？太爽了！演唱会还会有吗？至少要翻倍吧。可以的话再计划。我们客栈家族的已经发出邀请，必须邀请大家到现场去。麦克风没有声音是很尴尬的，除非是伴奏没有声音是可以的。这个有点狠，我也可以选择戴个面具唱。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照顾家人，就我一个男生，必须要足够的安全感，这样回到家，对于大家来讲就不见了。看歌词、猜歌和剧名，哇，这个歌更没唱过，哦，是不是鹿晗演的？